好的，那咱们进入到了游戏的画面啊。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下，里边的套路是不变的啊。那么由于现在呢新地图并没有更新，所以还是和原来的套路一样，要么你去对面反红回来，要么你去对面反蓝回来打红然后gank上路，要么你去对面反红打掉蓝然后来gank下路啊。当然在这里我依然是不推荐你去过去反红啊，那么大部分反红的李白呢都是去送一血啊哈。现在最流行的依然是反蓝，当然更新之后呢啊居然没有人反蓝了。那么更新之后呢，白金分段的是王者啊，那么黄金分段的是钻石，那么没有错，这局就是黄金分段也就是钻石。请不要误会啊，这是3月30号第一天段位重置的时候，绝对是钻石如假包饭啊。那么没有错啊，今天3月31号明天就是4月1号了，传说中的愚人节。希望呢各位兄弟姐妹小伙伴们能玩点有技术含量的骗人把戏，是不是？比如说你们给我充100块钱话费，是不让我猜猜是你们谁充的啊，老有人抢沙发抢板凳啊抢地板，是不啊抢到沙发那些人啊，是吧，是时候该充一波话费了啊，说给我寄一箱好吃的，让我猜猜是谁干的，是吧，把苹果机S Plus 放在我的口袋里，让我猜猜是谁干的，拿一个大钞票扔我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年轻人不要老是整天只知道上学打游戏打王者荣耀玩撸啊撸，是不要有创新精神。希望明天我的是吧邮箱里面会有 N 多的意外惊喜哟亲那么李白改版之后呢细节有点多，今天呢我就不做过多的扯淡了，要扯的不会太多。那么想听真实的故事的兄弟们可以点个订阅关注下我的新浪微博，每期视频更新之后都会有推送消息的哟亲好，那么现在说到重点，对于李白的改版削弱实在是痛心疾首啊。那么李白在削弱之后终于来到了正式服，虽然极度不愿意，但是只能面对这个事实啊。那么李白削弱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伤害真的变低了。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他说过，李白这个英雄就算不削弱也已经很弱了，也许这个时候啊广大喷子会喷啊妈的你个垃圾啊你懂个屁是吧，那么强的一个英雄削弱才好的，没有错啊。其实我也比较希望李白削弱，因为他削弱之后呢就不会在征召模式里面把他关小黑屋了啊。可是呢李白呢本来啊，如果你不会玩或者说你没有装备压制经济压制的情况下，你没有打野意识不会gank的情况下啊，你只要没有经济压制你就是个废人啊。那么李白要想去秒杀或者说伤害要高，最少得领先一个大剑才会伤害高一点。他之所以强，强在哪？强在他的两个无敌还有位移啊。那么削弱了大招之后有什么影响呢？影响极大。那么在我的这两天的实战当中啊，有很多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了李白的弱啊，有多弱呢？真的很弱。那么改版之后最明显的东西就是你死亡的次数变多了啊，这个并不是跟技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之前是什么技术现在还是什么技术，但是之前比如说啊，你杀20个人头平均死一个，现在呢也许你杀20个人头平均要死2到3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招削弱之后呢有很多情况下残血刷大去杀人很多时候是杀不掉的啊。那么最尴尬的是什么？最尴尬的是
你们这边逆风了啊，四个队友逆风了，哎呀，只有你一个人发育的还算可以啊。然后你去刷大啊，刷刷刷刷了半天，队友在里面扛了半天啊，四个人全死了，就剩你一个了，马上就要 ace 了啊。结果你刷好了大，冲进去我刷刷刷啊，刷完之后一看，妈的，对面毛都没有掉一根啊，没有错。也就是说呢，你再想去打逆风局很难很难了啊。那现在李白在逆风局中，在高端局中，真的很难去造成很多实质性的伤害啊。那么低端局依然是可以玩的啊，钻石以下依然是可以玩一下李白的，或者说王者以下依然是可以玩一下李白的，如果钻石不进的话。那么王者以上玩李白的确实比以前难了很多，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个滚雪球的蝴蝶效应啊。也就是说削弱你大招之后，比如说你去上了五钢克人，对面是双人线啊，以前我过去是吧，一个大招我刷好两个人死了，或者说死掉一个，另一个残血了还剩一两个血啊，我接着把他打死，那么拿下双杀是吧，那么经济就多了400块钱，并且再收一下上路的线，打一下对面野区是吧，这样的话经济就会造成一个连锁反应，也就所说的滚雪球啊，就会滚了好几百块经济，甚至几千的经济。那么现在呢，削弱后的李白就是啊，我去到了上路啊，我去gank双人线，我过去刷刷刷啊，我打了一个大招出来，那么对面一看，哎呀妈的 ADC 居然还剩一两个血没有死啊啊，这个时候就尴尬了。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杀不死人了啊。也许说了那么多废话啊，妈你一句话不就说完了吗啊，其实这种东西你是没有深刻感触的啊，如果你不自己不去实战的话。你杀不了人之后就会对后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你杀了人，那么你经济起来了，你去不管是杀谁，就算杀一个肉啊，我依然能打死他，打死他之后呢，我就为队友建立优势，为全队经济带来贡献啊，那么带节奏是吧，那么队友只要你把线上的人打死之后，队友就会有几十秒钟的空隙时间，因为对面在泉水里泡泉嘛啊，那么队友就会有发育时间，这段时间的队友就可以多拿一两百块的经济，那么队友的压力就少了，队友的压力一少，装备一起来，他就打得比较顺畅，就不会一直死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去线上gank死人肉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以为只是你一个人拿了人头啊，就我他妈拿了钱是吧，其实你帮了队友很多，因为在那段时间队友也在发育，所以实际上对面的死亡越多，队友发育的也就越快，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团队游戏啊。那么现在杀不死人之后呢，你既得不到经济，队友也得不到经济啊，这样造成的问题就特别严重，严重拖慢了你的发育时间，还拖慢了你的伤害时间。就比如说我以前啊，可以在某个时间段突出我的优势，也就是李白这英雄在某个时间段他很有优势，比如说猴子他在大后期很厉害是吧，那么李白在前中后期都比较强，或者说有些人认为李白在后期不怎么强，因为容易死，那么现在呢在前中后期呢基本上都不怎么强了，因为你杀不了人，杀不了人刷不了兵，刷不了兵打不了野，打不了野的话经济起不来，起不来经济你就是一个废刺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刺客这个英雄呢是属于一个高爆发秒人的一个脆皮受控制克制的那么一个定位啊。那么如果比如说我发育半天，我打了十分钟发育啊，打了十分钟前，然后呢我又刷了十分钟的野，结果呢我上去是吧，连一个 ADC 或者说是连一个 AP 啊我都打不死，那么请问这个刺客到底是用来干嘛的？难道我是一个战士吗？没有错，改版之后的李白更像是一个战士，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推荐大家会出冰泉这件装备呢？因为比如以前的李白如果是一个高爆发瞬间爆发的秒人的这么一个英雄的话，现在的李白就是属于一个持续性伤害的英雄啊。那么因为你一波大招进场之后不再杀得了人，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争取更短的 CD， 刷更多的大招，参加更多的团战啊，那发出更多的大招来帮队友打死对面，建立优势啊。这就是现在的李白的定位和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出冰泉？
冰泉就是捡了 CD， 为什么要出双川？双川也捡了 CD， 并且加了护甲，加了生命值，啊，这些东西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二技能削弱了一秒减速之后，其实对杠可来说影响特别大啊！我就很有很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我去打 ADC， 以前好，我二技能打中了，他只要出电了，基本上他是不可能跑掉的啊，除非他交闪现啊。那么我两弹位移用掉，除非他交闪现，不然是不可能跑掉。那么现在呢，我二技能一开，由于他减少了一秒的减速时间呢，瞬间就过去了啊，他就很容易就没了。就造成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杀不了人，杀不了人，建立不了优势，打不了钱，怎么办啊？是吧？所以一个刺客，你钱打不了人，人杀不了，钱打不了就杀不了人啊，杀不了人就打不了钱，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啊，缺一不可。所以呢，现在李白其实特别尴尬，这个英雄真的很尴尬。那么也好，削弱之后呢，虽然战士就依然在进李白，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那些跟风的人，你们不知道到底什么英雄强，什么英雄弱啊？弱的英雄呢，你们永远在进，永远在削；强的英雄呢，永远不管啊啊！那么在这里也是本场最精彩的五杀完成。那么大家不要看我在这局杀的挺厉害的，因为这局呢毕竟是属于一个重置前的钻石局，分段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能杀的好一点啊。那么到了太高的局呢，其实还是很乏力。那么现在李白会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就是你有很多力量，但是你却使不出来，就这种感觉啊，你打不出伤害，这点很重要。如果以前可以随随便便打四五十的总输出的话，那么现在打个三十多已经算是比较厉害了，在高段局啊。那么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啊。那么现在如果你想排位上分的，我建议选项花木兰。花木兰虽然削弱了，希望大家不要听信那些谣言，花木兰依然非常强，依然非常非常强啊，很强很强啊，强的令人发指，并没有废啊，虽然是削，但是小只是小削了一下。那么之后我会出花木兰的视频，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么还有改版之后的刘备、荆轲，还有老夫子，特别是老夫子重做之后这个英雄啊，我也推荐大家打野上分啊，在这里我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些英雄比起你来玩李白更容易上手，更粗暴，更简单，而且更强啊。那么这就是我想说的事情。那么这局比赛呢，我并没有出到新装备双穿或者是冰泉，因为那两套装备是我之后31号才研究出来的啊。那么30号那天呢，由于太混乱了啊，太复杂了，就没有去研究，还是用原来那套，所以这里并没有很好的给大家去看新装备的效果。之后我将会出高分段的新装备的视频排位赛给大家啊，现在我已经努力的在冲分当中啊，之后会连续奉上李白的视频来详细解说他的各个装备对他的影响，到底最后该怎么出装才是对他最好，会有一个完美的定性啊。那么现在符文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蓝色泥泞，绿色鹰眼，红色异变，没有任何争议，唯有争议的就是装备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啊。那么可能以后李白可能会找一个稍微有点肉的这种战士流的一个刺客啊，有点复杂这个东西啊，哈，但是呢还是依然在坚持着李白的道路上。我对李白的爱是出于信仰，并不是说他强我就玩，他不强我就不玩。我第一个英雄买的就是李白，第一个接触的18000的李白英雄也就是李白，所以呢我不会放弃这英雄，依然会给大家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李白视频，而且会越打越好，他越削我们越要打得好啊。也希望呢以后真招不要再进李白，希望能削的话再削一下啊，把它直接放出来，不强之后呢就只能有真正技术的人才能去玩好这个英雄。那么总人头21个，完成五杀，带领队友取得胜利。那本局比赛姜子牙几乎是打酱油的，输出 40% 点几啊，被这个自遮了，因为当时刚更新这个有点混乱，所以屏幕上字有点多，希望大家见谅啊。那么感谢大家，下期再见。